秋怀，手里你六尘不改，且怒且悲且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。叫一声佛祖真假界，尘缘三界不分明难断，我要这铁马醉我，铁马醉我，我要这变化乱迷中，变化乱迷中，踏碎凌霄放肆劫来，师父，凤玲现在怎么样了？凤玲利用丹药缩短修为，突破时间，强行修炼，现在她就像个早产儿一样，灵力一用便马上枯竭，空有纳神境之名而无纳神境之实，至于纳神境应有的术法更是无从谈起啊。如今她又用了狼牙草强行突破，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啊。难道师父你也治不好他吗？若是这些伤的话，就是再重莫说为师，就是你也能医好，可是这个孩子心中郁结难解呀。师父的意思是说凤玲她有心结？心病还需心药解，如果心结不解，这个伤恐怕是……丹童青云，如今清风不在了，你们随时关注风铃修炼，绝不能让他再出岔子。是。潘石，潘石，潘石。这是唯一适合他们的法门了，他们妖气太重，如果临时换功法的话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我也没打算让他们一蹴而就，恐怕往后还需要你炼丹药来辅助了。哎，这个给你。这是？这个是悟者道的功法，你让我准备行者道的时候我都准备了一份。悟者道？哎，我们确实需要悟者道的功法，虽然培养悟者道的妖怪耗时久，但必须培养一批悟者道，到时候可以帮你炼丹，恐怕往后需要大量的丹药，你一个人也练不完。哎，训练悟者道这个事儿可是我先想到的，别又说是你的功劳啊。这我也想到了，只是没机会跟你说，被你先说了。我怎么没看出来你先想到啊？我要是没想到培养一批悟者道的话，我开个学堂干嘛？这开学堂还有练悟者道是一个道理啊！啊，脸皮真厚。小心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你们接着练。哎，简直太没有章法了，看来我得好好教教他们排兵布阵了。哎，别又说是你先想到，但是我先说的啊。这个排兵布阵呢，虽然比不上我哥，但是比你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
就算是你想到也不一定能做到。好啊，那我们各培养一只比一比。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再说了，祁连山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到时候别输得太惨哦。走着瞧。嗯。石头哥，这个自称是你师兄的人非要见你。哎，师弟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我跟你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怎么，这次又打算怎么算计我？我这祁连山忙得很，没空陪你。哎，师弟，你等我把话说完嘛，还在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的气呢？我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再说了，师兄弟之间不应该有隔夜仇，这事就过去了啊。师弟啊，其实我找你呢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有别的事儿，是因为风铃。风铃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个傻丫头不是跟你学吗，非要用狼牙草突破自己的修为，结果就受重伤了。风铃受了重伤？所以说事情紧急我才来找你啊。师弟啊，你赶紧跟我回万空山好好劝劝他呀。师弟，看来现在只有你能劝动他了啊。杨澜，风铃用狼牙草强行突破，受了重伤。我想去望空山一趟。这个你带着。这是给风铃服用的狼牙草，那个配方本来就是行者道突破到纳神境用的。风铃是悟者道，他要尽可能的少吸收灵力，减少业力，风铃的灵力不足才会被反噬。这是帮他恢复的，每日一粒。杨澜，谢谢你。哦，上次你弄坏的玉简我修好了，一定要随身带着，别再让我记得随时联系就好。知道了，我不在这段日子，这祁连山麻烦你照料了。别下来，别下来，赶快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我，我不是在做梦。你的事，凌云师兄都跟我说了。怎么受了重伤，你还继续修炼呢？不好好歇着？因为狼牙草反噬嘛，我不能停下来修炼，不然功课一篑，全部归零。我不想重新再来，不然我到不了炼神境，我就不能去找你了。来，这是杨澜特制的丹药，每日一颗，可以帮你恢复身体，增加功力。嗯。你的信我都看了。都好好收着呢。我回信少是因为我在凌云阁专心修炼法术，我现在已经是炼神境了，还学会了流星云。流星云啊，流星云啊，怎么这么小啊？可以变大的吗？哇，这么好玩啊。怎么样，我功力突飞猛进吧？嗯，师父说了要教我新的法术，我要专心修炼，一会儿还得回凌云阁呢。啊！哎，你可要答应我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疗伤。嗯，我学的是行者道，你修的是悟者道，
我的修炼方式你不能照搬呐，你不能再做傻事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对了，我这屋里还留着从藏经阁里抄来的悟者道经书，你可以拿来看看，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修炼方法。不懂的问师傅去。好呀。好，我现在就陪你修炼疗伤，往后我在凌云阁，你在凌燕岭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嗯，即使我不在你身边监督你，你也不能怠慢，一定不能输给我。放心吧，磐石，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你呢，就在凌云阁安心修炼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嗯。风铃已经服用了杨澜特制的丹药，伤势已经稳定，这丹药有助于他恢复，劳烦三位师兄叮嘱风铃按时服用。风铃没事就好啊。果然师弟，只有你才能够解开他的心结啊。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他。嗯。哎哎，就这么走了？既然来了，去见见师父。小师弟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不要再跟师父怄气了，他老人家也很想见见你。不了，师弟，你不愿意留在这万空山，宁愿回到祁连山那个妖窟吗？我说凌云师兄，这年头要收留一窝的妖怪可不是谁都敢的，我是妖，在祁连山收留一堆妖，那是理所当然。但凌云师兄，你在凌云阁收了那么多妖怪徒弟，出于什么心思呢？纯属同情吗？啊？师弟，整天教妖怪读书写字，在祁连山三个月里，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上。师父，嗯，小师弟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由此看来，你们这个小师弟在我北斗瑶光洞众弟子当中，这资质是最佳的。不管是修行者道，修悟者道，除开那茅坑石头般的心性，他也是最佳的。师父，弟子不仅，还请师父明示。你们知道人为何为人，妖为何为妖？嗯，啊，一切是从文字开始的。人有血脉，有传承，通人性，晓事理，这些都是从文字开始的。有的人想占山为王，布的是占山为王的局，他只有反天一路可走，布的便是这反天的局。磐石所图甚大呀。元帅为了吞噬天道，我这盘棋要好好的布局才是啊。
星皆有序，日月星皆有序，天地人皆须爱，天地人皆须爱，天行健各自强，天行健各自强，济苍生安离缘，济苍生安离缘，生有涯，生有涯，唯有知无涯，唯有知无涯，故曰，故曰。不是这么施法的，我给你示范一遍。好。之前活泼开朗的小公主又回来了。哎呀，师叔你别闹我了，我是师父的徒弟，师父呢又是师祖的大徒弟，是整个万空山的楷模，我可不能给他丢脸啊，我不得好好调教这些师弟们吗？哎呦，是吗？那前些日子我怎么没见到你在这广场上教这帮小师弟们呢？啊，还是这石头师弟有办法，只是探望了你这一回你就活过来，重新振作起来。我们这些做师叔的，整天苦口婆心，说了那么多句，还不如这石头师弟的三言两语。哎呀，师兄啊，我们真是惭愧哦。哎呦，师叔你别闹我了。师伯师叔，丹头师伯，林音师叔，师父有急事，请二位速去青云阁。什么？竟有采花贼在万空山下的城里奸淫掳掠？还残害了十余名少女。青云师兄，这事到底查得怎么样了？之前我已派弟子前去探查，但是那个采花贼行踪诡秘，弟子们找不到线索，所以我想请师兄师弟亲自下山一趟，追查此案，为民除害。哼，岂有此理，竟敢在万空山下为非作歹，我定要将贼人捉拿，为民除害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青云师叔，我想跟二位师叔一块下山去抓采花贼。哎呀，风铃，我们是去抓采花贼，是办正经事儿，又不是游山玩水，你跟着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你看啊，这次受害的是女子，我也是女子啊，我跟着一块去，兴许能帮上什么忙呢。不同，你修为未达炼神境，以我万空山的规矩，未达炼神境之前禁止下山历练，而且你若是有什么差错，我怎么跟大师兄交代？师叔，你就让我一块儿去嘛。你看啊，我从来就没有下过山，也没有离开过万空山半步，更没有为天下的黎明苍生做过点什么。这一次啊，我也想一起替大家分担。你看，何况还有丹童师叔和凌云师叔在，你放心吧。哦，好，对啊，两位师兄，看在小风铃这么有上进心的情况下，要不然就跟咱们一块去吧，如果能帮上忙那是最好不过了，如果帮不上忙的话，至少历练历练对修为也有帮助吧。嗯，我看行啊，整天闷在道观里，不仅井底观天见识狭窄，而且很难体会到天下苍生的黎民疾苦啊，于修行不利，像我就不会经常待在道观。师弟你放心吧，我保护他便是。也罢，就让他随你们去一趟，师父那边由我去说。多谢青云师叔。走啊，凌云师叔，快点快点，三师叔快点。告辞了。这都是今天的第七家，这阵子嫁女儿的都嫁上瘾了。没办法，
最近啊，镇子里边来了个采花贼，神出鬼没，专挑那些未出阁的姑娘。县衙里啊，已经有十几具尸体了。县官派出去查案的衙役，连采花贼的影子都找不到，更不要说抓住他了。这采花贼呀，至今还逍遥法外呢。那些有女儿的，只有早早的把女儿嫁了，这样才安心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哎，过来，看看。哎，过来。哎，少爷，这个公子长得不错。哎，别别，干嘛？行，就他了，召回去洗漱一番，今晚就成亲。啊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，我要成亲了，我要成亲了，快点！好端端的姑娘又被采花贼糟蹋了，县官让我等验尸查死因，都查了十几具女尸了，也没查出异样来，哪还有什么其他死因？不过是清白不保，想不开罢了。哎，小月哈童还说要跟我们抓采花贼呢，这就害怕了。不是师叔，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采样，心中实在有点不忍。妖气？没错，是妖气。这些死尸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痕迹，其实精血早已经被吸干了。师弟，能找出这妖气的源头吗？我试试看吧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查线索的地方啊。嗯，醉红楼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还有还有，我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啊？女扮男装是为了出行方便，进去就知道了。小娇姑娘生的那可是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，若有机会还能再见她一面，让我死我也无憾呐。昨夜我见过她一面，哎，她那绝色容颜让我神魂颠倒啊，今日我又来了，小娇姑娘，我的。哎，我有的时候真的是羡慕这些凡人，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如此的癫狂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哎，丹童师兄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青楼啊！啊，师弟，我说你啊，这些凡夫俗子都是看不破人世间的情情爱爱，只是贪图七情六欲罢了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师兄，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，这七情六欲怎么了？人只有有了七情六欲，那才有这个斗志，是不是？才有了喜怒哀乐，哎，这才是活着，要不然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师叔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我们修道之人，这种地方哪是我们该来的呀？风铃，你跟你师父一样迂腐。这佛家怎么说的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只要你眼睛里没有情色，它就不会到你的心里去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啊。官人，官人，来找姑娘了吧？我看你就不错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师叔，什么样的姑娘都有。今夜小娇姑娘会选一位公子闺房相见，价高者便得此良机。我出一千两，我出一千五百两。阿胶王，我出两千两。先生，这残害女子的凶手，竟然是阿胶王。以前从未听说他会对未出阁的女子下手，难道是因为上次被我们所伤，现在需要女子的精血来疗伤？等了几日，这杀害无辜女子的凶手终于出现了，我去把他给拿下。不可。上次六妖王已经结义，现在恶蛟王不会是一个人来的，不知有多少妖王埋伏。还有，这厅里百姓众多，我们等百姓退去之后再跟踪恶蛟王，
然后见机行事。嗯，元帅，出事了，近郊树林发现一具女尸，又有人遇害了。走，走。我出三千两。啊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啊，那就是这位公子的啦。请。小娇今晚是我的，她是我的。小娇。原来是条黑蛟啊，还是个女人，看这修为应该是练成了化神境中的太乙散仙中期，这绝对是天庭追击的那条恶蛟王。师叔，这恶蛟吸食凡人的精血做什么呀？这些妖怪的想法师叔怎么能都知道呢？不过呀，不是个好人，他们以为化妆成青楼女子能掩人耳目，无恶不作，以为我们万空山是吃素的呀。敢来万空山作恶，管他是什么，打死便是。嗯，这么久没动手了，正好手痒痒。哎，师弟，一会儿我们先把那黑蛟弄走了，然后再一起收拾他。嗯。丝毫挣扎的痕迹，应该是凶手行凶之后弃尸于此。这女子刚刚遇害不久，而恶蛟王还在醉红楼，他不可能杀害她。这凶手另有其人。元帅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能想方设法引蛇出洞。天人天恒，我们走。哇，天河军已经介入了，而且连北辰元帅都亲自出现了，这事大了。不过也难怪，捉妖本来就是天河军的职责，尤其是这种哼滥杀无辜的妖王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。既然他们已经出现了，这妖精肯定是跑不了了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喽。二位师叔，我看我们要不帮天河军一起去捉那个凶手吧。且慢，天河军查案捉妖自有一套办法，为了避免冲突，我们先静观其变为妙。英俊的面容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啊！你越叫，本王就越欢喜。这里本来就是寻花问柳之地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没有人来救你。哼！哎，我说，你们这些未出阁的姑娘，害怕娇羞起来，甚是有趣，不像这醉红楼里那些久经风月的女子，实在是太无趣了。放心。本王喜欢你，本王会好好疼你的。想跑？你往哪儿跑？啊！镇上那些女子都是你杀的。不错，本王喜欢他们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来吧，美人。参见元帅。北辰，你是北辰？于荣王，你为了提升修为，吸食凡人精血，残害多少无辜少女，今天本帅就要为民除害。啊！
追！天河军来了，快走！天河军？对，快走！赐你率天河军剿灭我兄弟的仇还没报，今天已经敢找上门来，就你们三个还想和我打？北辰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早听说六妖王勾结狼狈为奸，今日被我见到，果然是蛇鼠一窝。昔日被我天河军剿了妖窟，现在到万空山下来作乱，危害人间，今日被本帅一次遇上六个，也省得本帅一个个清算。你们六个人啊，不，妖欺负三个，有点不太公平了吧？你是何人？放肆，在万空山下撒野，还敢问我们是谁？你们是万空山的人？哟，你这个女妖眼光不错呀。没错，我们是大名鼎鼎的万空山瑶光九子，凌云峰上凌云阁，凌云阁里凌云子是也。旁边这位呢，是我的三师兄丹童子。本来我们应该不问俗事，不过你们几个妖怪在我们万空山地盘上撒野，而且还滥杀无辜，所以我们就必须管喽。大哥，仙妖不良力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在他们眼里都是错的。我们妖生来就是十恶不赦，反正被他们盯上，抓住只有一个死，还不如跟他们拼了。对，兄弟们，上！大哥，不能硬拼，逃吧。好，北辰，今天我就饶了你的狗命，下次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兄弟们，走！追！元帅，你怎么样？我，多谢丹童上人。凌云上人相助，这事儿发生在我们万空山，我们来此也是为了除妖，说不上帮不帮忙的。北辰元帅客气了。不过这六妖王跑到别处，一定会为非作歹。但是这捉妖的事情，属于你们天河军管，我们就不再参与了。那元帅就请多费心喽。放心，这六妖王残害百姓，为祸人间，无论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们天河军都会追到底的。我北辰是要剿灭这些妖孽，为民除害，如此甚好。师叔，师叔，我刚去疏散了百姓。哎呦，厉害了，我的小师侄啊，都开始关心百姓了。看来啊，梅王妃，我们带你下山历练历练。
怎么了，风铃？风铃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手怎么这么凉啊？啊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许是军武之人杀气太重，把他吓到了。抱歉。师叔，我想我可能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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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点杀气就怕成这样，你将来要面对的可比现在残忍万分，凶险万倍啊！你若如此胆怯，还如何下山历练呢？此事已罢，我们回万空山吧。各位，告辞了。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回禀元帅，还是让他们跑了。飞龙将军传来口信，太白纪星召集了72路仙家和37位将帅，全在九霄宝殿，怕是会对元帅不利。知道了。太白纪星，又是这个太白纪星，怎么在凡间舍命缴药？他在天庭享乐就算了，还要频频给我们使绊子，杀了这些奸臣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启奏陛下，北辰月树花开，小臣和福禄寿三星与72位仙家联名弹劾天河军元帅北辰，滋动凡心，请陛下裁断。臣连同不在宝殿之上的37位戍守将帅联名上奏，弹劾天河军元帅北辰拥兵自重，嚣张跋扈，私动凡心。臣等复议。西流之州100万妖众被天河军所灭，北辰元帅捍卫天庭，立下大功。朕本应重赏天河军，而你们却让朕罪责功臣，此事万万不可轻率，还是交给有司细细侦办吧。启奏陛下，这是月老从凡间的姻缘树上取下来的许愿丝带，上面有霓裳仙子对北辰的祈愿。北辰月树花开，情缘已定，证据确凿，恳请陛下裁断。恳请陛下裁断。飞龙，前去云玉天港，传朕旨意，召北辰元帅上殿自便。是。这是。这是去抓北辰元帅的吧？听说这月树上的花蕾开了一半，这九霄宝殿之上就没有人替他说话吗？这北辰元帅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就不知道了。我想啊，就是不死，他恐怕也保不住这元帅之位了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飞不过曾经沧海变桑田。
火焰。